爸爸说过，你玩很开心，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，不要玩过头。刚刚就是玩过头，玩过，是不是？你发现，队长，站起来，是不是？你发现你玩过头，知道发现爸爸要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就怕被打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不要玩过头？爸爸说不要再跑了，为什么？现在很晚了呢，这么晚了你还在那边跑？你要隔壁的阿伯来骂人吗？啊？你在那边跑，隔壁阿伯也听得到嘞。啊？啊！我在跟你讲话，你还在看电视。你看，你现在把东西弄倒，啊，摔坏怎么办？又倒。就是你啊。我跟你说过，你玩的时候不要玩过头。那个娃娃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你用的啊。要处罚吗？要吗？要。要吗？那不处罚，你以后还是会做啊，还是处罚你也是会做，啊？你玩具收了没？啊！可以安静了吗？可以休息一下了吗？你等一下要洗澡了，不要再跑了，把玩具收一收。啊，真是。